我姓林，哎，我叫林坤德，哎，然后我的朋友都叫 Tom， 哎，然后我从事过很多的行业，像说修车啦，真的，哎，美容啦，美容，那美容老师，是啊，然后做蛋糕啦，哎。还有我还有去那个考 Microsoft 的 MCSE 啦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做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，好，然后目前是跟朋友在做外销日本的一些东西，对于网络行销这一块真的是很不熟。也没把握，因为之前也花了很多广告的费用啊，请人家做 SEO， 可是效果都是不付钱就没了，对对对，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找这个课程很久了，哎，然后刚好就一个机缘吧，就看到青商会对在开这个课程，然后就去听了一次说明会就报名了。其实还好，因为我只是先了解，对，先了解这个行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，对，先知道，不会像我们之前去学 SEO 课程，曾经也一天花了30000块，还跑到台中去，对啊，啊，结果学一学发现，哦，原来就是这样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这一次也还好啊，38000还可以上100多个小时，对，所以而且我看到很多师资都甚至在网，因为我在还没学这之前，我都从网络上找资料嘛，对对，就看到很多名人都会来教课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就利用这一次机会来试试看，这样，好，谢谢。